为了要培养小朋友的创作能力，同时也增加亲子之间的互动。西丽国际冬季会在浸本公园举办第15届画图比赛，吸引真侪家长带囡仔做会来参加。你伫现场，西丽分局嘛来进行交通宣导活动，希望会当加强小朋友的安全观念。小朋友伫咧爸母的陪伴之下，来到西丽镇的浸本公园画图，这是西丽国际冬季会所举办的比赛，希望让小朋友会当更加了解咱的土地，有一个舞台会当展现创意的成果。西丽国际冬季会第15届学生美式着色比赛，第一就是增加小朋友的思考能力，还有创作能力；第二就是促进亲子关系；第三就是提升我们西螺地方的文化水准。啊嘛，感谢咱冬季会咱这会员会社哦，大家对咱这个社会公益的支持啊，啊，佮平常时啊一年中间，喏，对着咱这个丧葬补助佮急难救助，嘛拢付出足济。这款的画图比赛，让人会当从心静落来，观察环境，搁在地文化。囡仔将伊看到的世界，透过美丽的色彩，拢总记录落来。有了好的回忆，也是一种真好的亲子活动。很开心，为什么开心？因为吧，所以吼，那就这样吼。妈妈和哥哥跟我一起来画画，活动就是让亲子之间可以有互动。我今天用彩色笔画下这幅作业，我觉得很开心。我今天跟阿公一起去画画，也很开心。我想画西螺在地古老的老建筑，想透过这次比赛把它呈现出来。伫咧活动的现场，西丽分局要安排趣味的过关游戏，宣导重要的观念，让小朋友会当更加注意交通的安全，学习如何保护家己。宣导有关交通安全啊，包含一些犯罪预防的宣导。那我们特别有提醒这个儿童哦，在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。那尤其我们警察局跟我们分局哦，其实在儿童的上下学的时刻，也都有派同仁到达现场去做一些交通的安全疏导。那也欢迎我们所有的学校，如果有需要我们警察的服务，随时来跟我们联络。大人囡仔来到公园放松心情，欣赏在地的水，可以当来画图、开讲、运动，也让小朋友的心内留下一个快乐、有意义的回忆。记者潘祖基，差不多。